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不奇道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320集的节目。今天来到工作室系列第86号第三款的啰嗦。那么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一种感觉，其实呢，在86大电影之后G1 进入第三季开始呢，其实它的一个人的角色的一个设计呢，在外观上呢，跟前两季的话呢是有一个差别的。前两季的话呢，可能身上这种方块状的一个线条还是比较多。但是进入了86年之后啊，包括这个 Cup 来讲，你看一下啊，这个都是比较贴近到卡通里头的造型的。它已经开始的话呢，朝真人的一个体型去做一个靠近的感觉。我个人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蛮强的一个感觉的啊。然后呢，你可以看到它一个身高的话呢，这一款 Deluxe 等级的话，你看进入了这个86年大电影之后的这个人的头身比是有一点不一样的。它比这个 Jazz 的话感觉高了很多。那么呢，如果你把它跟第四集的这个 Deluxe 等级来看，它的身高的话呢也是做的比较高的啊。那如果你跟这个 Kingdom 系列的这个对不起，你是 Voyage Class， 我拿错了啊。那总而言之的话呢，以 Deluxe 等级来讲的话呢，这个玩具算是做的比较修长一点的。那我顺便来更正一个信息，上次做这个 Cup 的时候，它这个手跟脚呢其实都是可以拔掉的。那这个是致敬到电影里头呢 Cup 有被拆掉的一个画面。这个桥段我真的不记得了啊。86大电影的话，我只记得 Ultra Max 被拆掉啊。对于这个比较没有感情的这个 Cup 被拆掉，我个人就没有什么强烈的印象了啊。OK， 就做这么样的补正吧啊。那么呢，我们这款啰嗦的话呢，这在泰坦回归的时候呢也是一样，穿的这个是佛利达大王布下的这个，我不讲赛亚人的鞋子了啊，因为这个不是说赛亚人穿而已啊，这个佛利达邪恶军团的这种白色靴子的话呢，让人印象真的是非常深刻啊。武器的话呢也是纯白配色的，那么这个什么电子光束枪啊，另外一侧的话呢则是一个用来焊接用的一个工具啊。那各位可以看得到了啊，他的这个两手的武器呢是可以互换的，以及呢令人觉得有点明显的这个空洞啊，手臂的内侧包括上臂的内侧啊也是一样，上臂的内侧都有的。那这个也就算了，重点是这个正面的这两个空洞啊，这个是以前的话我们常看一些古装剧啊，这个袖里乾坤啊，难道你这里都是放钱包的嘛啊，这个也空的也太离谱了啊。这一代的话呢，脚的内侧的话我就不计较了啊，两侧啊由于收纳这个尾翼的关系啊，两侧造型不太一样，但这个我还能忍啊，主要是这个正前方这个部分我觉得是夸张了一点点。那玩具本身的话呢有一个很不赖的一个透光性啊，我给各位看一下它的眼部的一个透光啊，但是它这个眼珠子的话呢，后面的话呢由于是一个深蓝色的关系啊，所以平常的话呢你看深蓝色啊，平常的话呢我们这样子去做一个，有些如果透光性好一点，你手这样从后面一遮，就算不打光它也会有一个明显的效果。但这一款的话呢显然是要特殊的一个加强，用光呢去把它点出来，不然是做不到的。那面部的话呢也是比较真人化的一个科幻，那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人脸的造型啊，尽管有人觉得人脸可能比较恐怖，但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偏好了啊。那这个手部的话呢，这个地方的话呢跟 Cup 是一样的啊，都并非是球形关节啊。这一款的话呢还非常有良心的呢，居然多了一个齿轮的一个关节啊，所以这款 Deluxe 等级居然肩膀和齿轮关节啊，这个我就觉得很感动啊。我们在把玩的时候啊，机器人的话呢就或者是人形的玩偶啊，把玩的时候呢一定是肩膀的这个地方一定是最常去推动到的，如果它能够回馈我们一点震动的手感的话呢，这个玩具的分数的话呢我就要给它加很多了啊。所以说这一款的玩具的话呢，我直接给它一个下个评论，就是说呢看上去空洞很多，但实际上呢它却在很多小细节上看不见的地方，没有玩过的话呢你就感觉不到的一些小良心的一个地方啊，包括它的一个卡扣的话呢都非常的明确啊，这些在变形的时候你可以很明显的去感觉到这个一个扣一个，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的这种感觉，其实是很干脆的。那它的一个可动度的话呢就给各位做个简单的展示啊，头部的话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球形关节，而且它的能够动的幅度跟真人还是比较接近了啊，手臂360度的转动，二头肌的话可以转动，拳头也可以转啊，拳头转动的话呢是由于变形的时候是真的需要用到拳头的一个转动了啊，然后腰身可以动，脚前后踢啊，这一带一样不是球关。当然有人说呢球关松了还能够救啊，如果是这种打铆钉的关节松了就没得救了啊，
这么说起来也是没错了啊，但是，以这个基本的这个零件数来说，这个是感觉是比较有诚意一点点的。那背包的话呢，是有一个稍微大一点的一个上半部，但下方的话呢，这个线条，我个人是觉得收的是挺漂亮的啊。那我们的话呢，就来进行一下它的一个变形过程了啊。首先的话呢，武器的话呢是必须要给取下的，再来的话呢，这个变形。头部的话呢完全没有参与到变形啊，我们先把胸口这个位置呢给做180度的翻转啊，这个脖子的话呢从这抬上来，然后把这个脸的话呢给包覆起来，先到这里，然后呢这个手部的部件呢可以整个先把它给松开，从这放下来，然后的话呢这个部件的话往上面推上来到这，那手部的话呢我们就暂时到这边，最后我们再来做调整啊，可能比较容易去做一个理解。然后的话我们把这个脚的话呢是这里做一个从这个地方，不对，应该是从正面翻啊，从正面，从这个地方把它给翻开来，这个地方有个结合的卡扣，把它给松开，往外翻出去。这个部件的话呢，先往上面推上去啊，把这个尾翼给翻出来，然后直接的往上翻就可以了，到这，然后呢，把这个脚这个部分呢给翻到下方去啊，应该先翻下去啊，到这，好，到这边，这里也是一样的，这里翻开来，把脚的话呢直接的翻过去。手先上去好了啊，这里两侧，那这里的话呢就跟各位提一下，这个地方转出去往下翻，这里的话呢到这边啊，要先记得先把这两片部件给往下翻，这里这一块部件给往下翻，从这抠。我第一次看的时候觉得有点恐怖，因为呢觉得这个缝隙很小，这个我的手指我都不确定我能不能够把它给翻进去，把它给翻到内侧去。再来从这个地方看到没有，这里有个白色的凸跟这个蓝色的凹，就要把它给结合了，这个这样子扣上去。好，那另外一侧的话，两侧这个地方中间有结合卡扣，把它给扣上。那这个扣的时候呢这里的话呢是一个凸跟凹的结合，这边的话呢是有一个凸进，然后这样子咬合的一个结合啊，所以的话呢这个地方的结合的话跟平常的一个卡扣结合是稍微有点不太一样，稍微有点不太一样。那我个人的建议的话呢是先把前方给硬咬合进去之后再扣后面这里。人变车的时候硬压没有关系，但是车变人的时候呢，我会建议是用上下错位把它给挑开来，会比较安全一点点啊。然后这个部分呢一样啊，这个地方刚翻下来了，到这边把它给做一个结合。这个步骤的话呢感觉有一点点好像有点多，但其实它的卡扣都非常的精准哦，非常的精准。然后这两个地方也有结合卡扣，这里记得把它给扣进去，这个感觉就很好，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这样，也不需要花什么时间调整，并不需要的。再来的话呢，把这个手的话转到后面之后呢，你从这个地方扣进来，然后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地方这里有一个蓝色的凸，对应边就是一个蓝色的凹。然后呢拳头的话呢做一个转动，这个不要转这里，不要转这里就好，转一个拳头转过来，这里就有一个凹，这里有个凸，再把它给扣进去，以及没有，就这样子而已，把它给扣进去。好，这边压进去，这里也是一样，放下来，然后呢胳膊的话呢是往前面推上去到这，然后呢翻折拳头，这一带其实是拳头啊，其实是拳头这里，然后这个凸跟这个凹这里各把它给扣进去，这个地方好压一压就扣进去了。我是觉得它的卡扣的一个位点的话呢就是都很明确，非常好，就扣好了。但是呢这个啰嗦的载具的话它是没有轮子的，下方没有任何轮子，那这个地方做得很平，所以在摆在桌上的时候呢是放得非常非常的平稳。那没有轮子当然就不能推车了啊。然后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流线型的一个身形，非常好看的一台外星的一个车辆，包括它身上这个蓝色的条纹啊，也是顺着这个机身过来的。我本身对这个载具的满意度是非常的高的。那它的附带的这个武器它是一样可以扣，但是它扣的时候呢是扣这个凸的话变成是只有单侧，它是这个地方把它给扣进去，然后呢再把这个地方记得啊，这个有个倒钩的地方是朝后的，从这里把它给扣上去到这边，那就完成了它的一个载具的一个组合。如果是有白色的枪就算了，但多了这一节那无论如何都是觉得比较奇怪一点点，那放在这个桌上就会变成非常长，你估计也可以把它当成是或许他们攻击的时候也可以拿来做一个冲锋吧，可以刺进敌人的体内。那 OK， 那今天的话呢就给大家呢分享这一款86号的一个啰嗦啊，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这一款的。
看上去人形看上去各种的空洞，但是实际上它在一些小细节上面的话呢，真的是有做的比较用心一点的。那今天就跟各位进行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